这一次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讲，星期六的下午都非常的忙碌啊，那么抽空来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活动，我代表我们两个这个主办单位向大家致以敬意跟谢意。那现在我想要请这个传奇文化的这个负责人哥哥来跟我们大家讲几句话。可能大家呢，在多伦多或者是在这个